你那天说是徐兆德害死我爸妈，你是不是找到什么关键证据了？从他大学的第一天开始，他所有的人脉关系都是透过我东帝集团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。没有。你为什么不说？我在，耀星也在，你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。黄姐说你那天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到底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，就是我疯了。你说过下次见面要告诉我真相，所以真相是你疯了。我动不动他们决定权在你手上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不希望有下一个像你爸陈大器一样的牺牲者吧。没有真相，从来都没有。什么有别的凶手，那都是我骗你的。我早就知道我爸就是凶手，因为我太想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才会妄想徐兆德才是真。